有点不稳，不要晃哦，手不要晃哦。没有看过蜡笔小新吗？他应该不会看吧。你要唱歌哦？那是麦克风的架子哎。Oh my god！你说要怎样？可以配歌吗？啊、你要先练节奏啊。现在就放。现在就不，你先练节奏再放了。弟弟掉棒。你发生什么事？那是手摇铃哎。他手机中毒了。那是手摇铃哎。
放的妈妈给他。你怎么这样子？姐姐，不要这样哦，不然我打到你手，你又要哭了。